咱们这套基本上大家一放出来应该都知道是什么样的风格，是吧？所以很多就是对于你们来以后再去搭配的时候啊，我建议你们就是可以找到相似的风格，也可以根据我这次的一些方法就往上叠加就可以了。因为咱们这个女孩的话就想拍出来那种稍微复古稍微法式，是吧？所以让她的这种从头饰到鞋子到她的手套细节啊，可以就是让她偏向于这种元素进去。男士的话就让她偏向于稍微复古一点就可以了啊。如果这个衬衣的话换成咱们常规款的衬衣，那就要在它这块稍微点缀一些小的东西。如果是直接这个的话就不需要点缀了，因为它这个裤子是一个稍微偏阔的，长顶的话建筑那一块或者是在那个草坪上都没有问题的。那边那个角度，好，走。